台西分局日前受理一件新准备偷的事件，一名多姓男子因为什么代志拢无顺，想讲偷摕新准登去处理求平安，向两名朋友到庙里拜拜以后，蒙走两尊神像。庙公暗时拜拜时阵发现报警处理，警方无到一点钟就破案，找到贼偷和神像，将人移送法办。贼偷蒙走桌顶的小神尊，放落去落地啊！原本动作是拢无人看到，但是安尼行为是经好监视器来翕落来。台西分局日前受理一起公庙神尊被偷事件，该庙庙公暗时要拜拜的时阵，发现两尊神像放无去，马上报警处理。日前，一名男子因事业工作不顺，想请神明到家里坐镇除煞，到曼寮乡某公庙参拜后。顺手牵羊偷了神像，晚间庙公参拜，发现两尊神明不见，向警方报案。警方接到报案了后，顺线调查，无到一点钟就来破案。嫌犯多姓男子，自称因为事业加上子嗣未顺，想要将神尊提回去厝内放保平安，才会来偷摕神像。云林县警察局台西分局强龙派出所受理后，所长林玉佳、警员潘庆汉立即赶到现场搜证、分析、调查，不到一个小时，逮获偷窃神像男子还有他的同伙，并取出神像。台西警察分局提醒：公庙为开放空间，出入人潮众多，要有防窃观念。提高警觉，减少被窃的机会。嫌犯被抓到了后，虽然对庙方感觉抱歉，但是也是被伊刑罚差不多罪以上，法办即将扣算裁缝报道。